喉糖给你吃吗？啊，不要。各位朋友千万不要担心，不要伤心，莫急莫慌莫害怕。紧接着又有礼物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 Hello Kitty， 想要请举手。后面第一万个朋友，你想要吗？想要吗？那边你要站近一点，因为人长得有点矮，看不到你，好不好？想要 Kitty 吗？要。男生你跟人家抢什么 Kitty？ 你也要？啊，这边你也要？那到底要送给谁？介绍了几个产品，你说？五个，我介绍完了吗？你确定？对啊，仔细数数，明明就是四个。还有哦，你棒棒。好，接下来看上面这一只，你知道它是什么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它很厉害，它的名字就很厉害。仔细听哦，仔细听哦，等一下讲完要回答我，好不好？神效专利去毛梳，有没有很厉害的名字？听起来就是非买不可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松韵泰所代理的这个很厉害的去毛梳，它全名叫做。